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300首，卷三，第160首。北青罗，李商隐。残阳西入烟，茅屋访孤生。落叶人何在？寒云露几尘。独敲初夜磬，闲倚一枝藤。世界围城里，无宁爱与争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